抱他玩会儿，抱他玩会儿，我抱玩会儿。我不他爹吗？这不行，这不行啊！他搞这，走，压迫他也干了。这天不错，这就溜边走啊！哎呀，风有点大。我这小坏兄弟孩子拿着手表，这边走你上那儿转啥？自己回走吧。一会儿他就找着他了，看看小坏兄弟儿子。四五二，强盗来了，俩孩子，来来来来，我看俩孩子怎么样？完了，对，干错了。行，弟弟养养。我一个老坏了，一个老坏了。我替你养养，减轻点负担啊！行，我先救啊！我去给你养一天，下午给你送回来啊！下午给送回来，下午送。二狗子，二狗，你记得我了，二狗子。二狗子，副院长办公室的，这是你的办公地啊，进去吧。看羊去，看羊去啊！这能快待着吧？好大又来了，好大来了，好大，好大没来，没没能控制啊！我天天，你这衣服给我刮坏了，衣服刮坏了。哎，别，别动手，太死了！哎呦呦，好。呀，霸道在这等着呢啊！霸道来，天儿挺好。哎呀，看小浣熊去了。Hello， 我又来了。看小乖乖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我让你刨的，看乖乖怎么样？来，出来。让乖乖出来晒太阳啊！让乖乖出来晒太阳，你出来吧。我给你让个地方，人出来。看这阳光多明媚！哎，对了，就是看完了，我看乖乖啊。嘿，哎呀，院长胖吗？院长胖了啊。哎呀，真可爱！我抱他玩会儿，抱他玩会儿，我抱玩会儿。我不他爹吗？这不行啊！我玩会儿，亲一会儿，你这。跟我干仗啊！今天我忙，你过来看看，挺好就行了，阳光。这边直射到室内，你可以晒晒太阳的孩子啊。行了，一会儿给拿吃的过来。那这样吧，那孩子晒晒太阳。算了，我撤了，你俩堵着吧。行了，你往屋里拽，别往给别地方拽了啊。我走了，来，坏人走了。坏人走了啊！好尾巴呀，这我让你掏的。
Hello， 我来了。送吃的，送吃的。你看门去了啊？你出来让地方来。好了，你先出去。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你长胖了。我去，又长胖了，又长胖了，又长胖了。哎呀，又长胖了。你先吃饭，你先吃饭。我看会儿孩子，你身体上。我看会儿孩子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去，马上搂走了。说我歇还歇还，你这不是吗？你吃你的饭，我歇歇孩子不行啊。拿走了，一点不给我机会呀，不好使啊。你就吃你的饭吧，稀罕还稀罕，就是不让稀罕的，没有用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那个你先拿，你先进屋，我给你拿吃的，我好走。哎呦，这鸟儿叫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行了，你先吃饭，一会儿拿虫子啊，鸡蛋、肉、水果啊，我就再拿点虫子，你先吃啊。胡萝卜的饭你没吃，你先吃苹果。